来了，姐妹们，新款秒杀中啊！这是亚麻籽、甘籽，还有这个南瓜籽、紫苏，上面这个辣椒段，只不过是换成咱们这个花生米的这款辣椒段了啊。这个不是特别辣，就是香脆。不能吃辣的姐妹们，可以试试这款啊，秒杀中，超级脆的啊！超级好吃这个。这五种配料。好吃。这个花生米超级香。